到新冠肺炎蔓延的影响，邮轮威士特丹号被东亚多国拒绝靠港。这是威士特丹号的海上奇幻漂流了，但是这样的一个漂流终于在柬埔寨告一段落。为什么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收容他们？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我不知道船上这几千人他们的健康状况都还安好吗？大家不敢冒的风险，为什么柬埔寨张开双手？这其中有着浓浓的政治考量，特别呢是柬埔寨要向中国雪中送炭。柬埔寨总理洪森不止呢是在疫情最吓人武汉刚刚封城的时候高调访问了中国，宣示呢要跟中国一块防疫大作战，兄弟啊雪中送炭。同时呢他还坚持不停飞中国的航班，他说恨比病毒还要可怕，所以呢他的人道精神让他敞开双手来接纳这个没有人想让他们靠港的邮轮。到底柬埔寨打的什么算盘呢？今天的大事件话题我们就带您快来看。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很可怜的威士特丹号海上人球。本来邮轮都还安好还 OK， 但是看到了钻石公主号在日本，哇好可怕，这已经变成了中国大陆本土湖北以外最大的群聚感染的一个中心。现在呢整个在这个钻石公主号上他们的确诊人数已经是400多人了，很惊人的。所以呢大家吓坏了，威士特丹号更没有人敢接纳了。威士特丹号呢这个游轮上总共有1455位的旅客，那总共有802位这个船上的一些工作人员。那本来它的路线呢一路去去去，最后呢也是要来到横滨的，但是它半途钻石公主号出事了，所以这个船没有人敢让它靠港了。本来呢船的一个这个行程啊，游轮是一天都会到一个港口，然后放上头的乘客下来在当地旅游旅游观光，然后在晚上上船来再开到下一个地方再下来玩。结果呢我们来看它从这个2月多，那么它在这个不断的，我们来看它的一个路线图哦。它其实呢从这个2月1号从香港出发，然后呢本来他的最终抵达的目的地也是钻石公主号现在在的日本横滨港，然后呢2月1号到15号总共呢有15天的行程，本来开开心心，但是呢他到了2月3号他本来要去菲律宾，结果呢菲律宾说你不要来现在很危险，他就这个行程就打叉就没办法去。2月4号他来到高雄，2月5号离开，然后呢就再也找不到下一个愿意收容他们的地方。所以你看他就在海上那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海上漂流，然后呢一直不断的联系船公司，联系说到底有哪一个国家发发善心吧，这些人他也不知道到底可以到哪里去奇幻漂流了。结果呢他被哪些国家拒绝呢？他被好多国家拒绝，日本也不要他，我们台湾他说不然我来再来基隆港，我们也不敢让他靠岸，菲律宾也不要他，泰国也不要他，甚至他在靠近泰国的时候泰国派了军舰军舰靠近他，然后呢这个军舰就护送他，他就过来泰国说你不准来你给我回头，然后军舰就把他护送他叫他离开叫他闪远一点去，他说好吧那到关岛去好了，关岛也拜托不要靠近我，所以呢没有人要他，他就在海上漂流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最终柬埔寨他说 OK 你们太可怜了海上人球，所以呢他到2月13号终于呢获得了柬埔寨他的一个同意，他靠港了。靠港之后呢这个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靠港之后呢这个柬埔寨当地的检疫人员就上船，上船呢就说其中有20个人他有一点点症状，他发烧他不舒服他肚子痛，所以呢检疫人员上船去看看那20位不舒服的乘客，然后看完了之后说 OK 那20个人都是阴性，所以啊通通大家自由了，所以呢让这些所有乘客1000多人还有机组人员加上去2000多人通通都下船让他们回家，然后呢分别用专机把其中一批人这个飞到吉隆坡马来西亚，让他们从马来西亚再转机各回各的国家，然后另外一批人是从这个首都金边，同样的让他们从金边各自回家。结果糗了，现在有一名这个美国籍的这个妇人他在马来西亚已经确诊了，你当初不是说没有人有事吗？现在这个确诊的那你那些人都放回家了要怎么办？听起来很恐怖吧。最恐怖的是这个，这是当时这个柬埔寨的一个总理洪森，因为这个船他说我敞开双手我人道精神接纳你们，结果呢你看他还
跟人家拥抱哦，这些下船的人非常感恩，他觉得柬埔寨简直就是天使，所以呢，当然要跟天使的这个头子抱一抱。所以呢，你看他跟他抱的时候，哎，没有戴口罩，哎，旁边所有人都没有戴口罩，哎，因为他说我检测过了，这些人都非常健康，状况安好。那这位洪森呢，你看还有人跟他献花，然后呢，你看大家通通都没有戴口罩，哦，这些都是船上的游客，哎，好可怕哦。所以呢，现在大家觉得洪森胆子真大，万一呢，这其中。他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是哪一位，万一他报道就是那个确诊的美国妇人的话，哦，那万一洪森先生这个也感染的话，他可能会成为现在这个地表上感染的最高层级的国家领导人。好，我们不知道，我们祝福他，因为呢这个洪森先生做的事情非常危险，他每个人握手再去握下一个，再握下一个，再握下一个，万一他握到那个美籍妇人，就是确诊那个，他又去握下一个，他会传给下一个，又再握握握握握握，哇，好可怕哦。好，我们不要想那么可怕的事情，但我们来看这个洪森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说他其实做的时候，他有非常多他的政治考量。他怎么讲？他说啊，即便我们柬埔寨是一个贫穷国家，但是呢，他还是积极参与国际来解决全球的问题。他说，你们这些国家，都不要这个游轮，那他到底要去哪里嘛？总不可能真的海上奇幻漂流，请李安帮他，不可能嘛？所以呢，他就讲了，你看我最后要靠我，哎，我来帮忙全球解决大家的问题。然后他说，现在不是恐慌，也不是歧视的时候，基于人道立场，所以他让游轮靠岸了。那 WHO 世界卫生组织就说了，他说这个哇，柬埔寨棒棒，他展现了大家全球现在是全人类，我们要团结抗疫情的一个状况。我们带你来看看，这是洪森这回他在柬埔寨做的一个决定哦，就是愿意接纳这个海上人球的游轮。就怕船上有人染上武汉新冠肺炎，游轮威士特丹号整整两周被当作海上人球，终于在2月13号，柬埔寨政府放心靠岸。Great for Cambodia. Viva Cambodia.2月14号，乘客下船，个个满脸笑容。因为这段期间的海上漂流，1455名乘客以及802名船组员，全部人大多时间都只能待在船上。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are not, we're not a plague ship. I mean, my heart goes out to the people who are quarantined. It's a horrible situation for them. We're in a very different situation over here in the Westerdam. We're just looking for room at the inn. 威士特丹号2月1号从香港起航。后要求停靠菲律宾，遭马尼拉当局拒绝，接着在高雄短暂停留，2月5号离开后继续四处碰壁，连续被基隆、日本、南韩、关岛和泰国拒绝停靠，直到13号唯有柬埔寨欢喜敞开大门。柬埔寨总理洪森亲自来到港口迎接威士特丹号2000多名乘客。洪森致辞的时候表示，柬埔寨虽然不是富裕的国家，但一直都有加入国际社会，联手解决国际及地区问题。他也强调，现在不是歧视和恐慌的时候，大家合作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This afternoon, I spoke to Cambodia's Minister of Health to thank him for allowing the Western Dam to dock in his country, and I would like to use this opportunity toalso appreciate the government, especially His Excellency the Prime Minister. WHO 远端向洪森表示感激。只是如果仔细一看，洪森的迎接仪式，他除了送上鲜花，还一一向威士特丹号乘客握手。他全程也没有戴上口罩。如今居然有一名乘客从柬埔寨下船后飞往马来西亚，却被马国当局确诊患有新冠肺炎。Yes, we showed everything, and they agreed that our protocol is actually world class.So whatever is that they did was right. Okay, so it's not a false negative. It's a positive. 一名83岁美国籍妇女经过检验呈现新冠肺炎阳性反应，但吊诡的是，柬埔寨卫生部门表示，威士特丹号所有人都有经过检测，船上却没有一个人感染新冠肺炎，不禁让外界感到匪夷所思。中国大陆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洪森日前还特别访问北京，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达友谊和支持的态度。如今被国际贴上新冠肺炎标签的威士特丹号，柬埔寨再伸出援手，似乎间接向中国释出善意，飘出了浓浓的政治考量意味。三立新闻陈德道。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呢，柬埔寨它这个疫情政治学哦，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盘算？好，我们来看专家分析说，它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一举三得，或者是更多的，不管是政治利益，亦或是经济利益，我们就来简单分析一下，到底呢，它接纳了这个邮轮。背后隐含了什么样的一个政治考量？首先呢，他跟中国站同一阵线，共同兄弟，我们手牵手防疫一条心。所以呢，他就讲了很多话，比如说，他说要少一点歧视，因为现在中国人很被歧视嘛。我们刚刚也看到了，有非常多这个西方国家，他们会觉得，所有病毒都是中国人带来的，所以对中国人有非常多歧视性的一个攻击性的一个言论跟想法。他就说不要这样的，他说要跟中国同阵线来抗疫。所以呢，他接纳邮轮也是用这样的人道立场哦，他说大家都不要分你我，我们这个时候应该要手牵手心连心。再来呢，我们就看他改善独裁专制的形象。过去的柬埔寨在过去一段时间，特别是现在，柬埔寨是被美国外交制裁，他被欧盟经济制裁。为什么？因为说他打压人权。所以呢，柬埔寨在这么多重要的一个经济体被打压的同时，他当然得要靠这个接纳邮轮来改善一下他的一个专制形象。人家说他侵犯人权，我们待会再来讲为什么侵犯。但是呢，他说我现在人道精神，你看你们都不要踢来踢去的邮轮，我张开双手接纳，我是不是人很好？所以呢，他要改善一下他的形象。再来呢，就是有助于宣传柬埔寨的旅游业。我们来想想好，如果你是被困在船上的这1000-2000多人，现在没有人要理你们，每个国家都不要。如果你被这个日本拒绝了，你被泰国拒绝，你被菲律宾拒绝，大家都不要你去。你下一次你想要出去玩，你还想去这些国家吗？要我一定不要的吗？可我这辈子都再也不去。但是柬埔寨怎么人这么好啊？他愿意接纳我哎，所以呢，我下一次再玩，我会不会考虑他？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这都变成 CNN 的头条了。那个海上人球，有一个国家叫 Cambodia， 他要这个接纳这个邮轮呢，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国家了，还知道可以去那里玩。所以成功的做了一次国民宣传，这个旅游观光宣传。所以呢，专家说这叫一举三得。简单来讲，先有这三项。好，我们首先来看看欧美对他的制裁是为什么？为什么说他打压人权呢？主要呢是这位洪森先生执政已经35年了，但是呢，柬埔寨是会办选举的，只是这个选举呢，欧美说都是他自己在操控。那最近一次他被制裁是为什么？这一次呢是2018年他们的总理大选，好，那洪森出来选，但是呢，有一个反对党，这个反对党声势也很惊人，反对党要来跟他选，于是呢，他怎么样打压反对党呢？首先他先把这个反对党他们的这个领袖抓起来关。抓起来关之后，这个欧洲跟欧盟跟美国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呢，还把人家反对党通通解散，然后这个领袖抓起来，党解散，然后呢，这样看你跟谁跟我选。结果呢，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后来他说：“好了，不然放出来。”但放出来之后呢，还规定人家再也不准参加选举，一辈子不准碰政治。所以呢，现在这个欧美国家觉得你哪有这样的？这是基本人权哎。所以呢，说柬埔寨人权状况恶化之后呢，他们要惩罚他。所以呢，这个美国代替月亮惩罚他，怎么惩罚？外交制裁。然后呢，这个欧盟呢最新的宣布，几天前说在2020年的8月12号要终止对柬埔寨的零关税优惠，因为柬埔寨目前还是处于这个低收入国家嘛，这个未开发啊，这个有点这个辛苦的国家，所以呢，其实欧盟对于这样的国家有一些关税上面的优惠，但他说因为你不尊重人权，所以我优惠通要取消这个美国众议院还通过了这个柬埔寨民主法案哦。很像香港那个人权法案，好，反正类似啦。所以呢，现在这个柬埔寨是被欧美制裁很惨，所以呢，柬埔寨这回接纳邮轮，他还特别这样讲，他说我没有很有钱，但我有心，而且我尊重人权。你们说我不尊重人权，我尊重给你看，你们才不尊重。关岛是谁的？关岛美国的，你才不尊重人权，你不让人家去，我让他来。所以呢，柬埔寨借此要洗白他的形象。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当他被欧美国家制裁的同时，他当然得要再找一根很粗的大腿救中国。我们来看洪森，他在这回的疫情当中，疫情风头上，他跑到中国去，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取消了对中国的航班，然后大家都别去，叫国民都不要去。他
不但没有叫国民不要去，他自己去，我去给你看，跑到中国去找习近平，然后呢雪中送炭啊，得到了一些好处啦，因为他见了习近平之后，他还跟习近平举手，那个时候武汉已经封城了，这个武汉封城之后，洪森说，他想去武汉看一看，跟习近平说，可以安排我到武汉吗？他想去武汉看一看柬埔寨的留学生，看看大家都还好吗？安定一下民心。结果呢，是北京跟他说不要吧。最好不要去，所以他没去，但是他的心意到了，所以习近平非常感动，所以呢马上承诺他会多一些投资，然后呢会多买一些柬埔寨的农产品。再来呢，他在言辞上动作上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力挺中国抗疫的决心，比如说全世界都在取消非中国的航班，柬埔寨呢就是一般都不减。为什么？他说大家不能这样，恨比病毒更可怕，人心中不能有恨，所以呢，他说我们要拥抱我们的兄弟，他指的是中国嘛，然后呢，他还讲说不可以歧视中国人，所以呢，记者会他就严禁官员戴口罩，他说戴口罩呢，就代表你很担心这个疫情，然后就代表你歧视中国，所以不可以，每个人都不准戴口罩。你看他去拥抱那个威士特丹号的游轮的乘客的时候，他也没戴嘛，所以呢，他说人们不该歧视哦。那当然背后有非常多政治原因，因为呢，现在的中国是柬埔寨最大的外资投资国，投资柬埔寨外资当中占70%，跟中国之间的一个贸易额呢，也是它在全世界当中是居冠的，所以很多人形容洪森这一回呢，找到了一个最好的时机点，雪中送炭。以人道主义为由，亲自迎接威士特丹号游轮停靠。柬埔寨总理洪森的目的，各界解读是在向中国表达对抗疫情、有难同当精神。人民正在全力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而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柬埔寨政府和人民啊，是同中国政府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之际，洪森更是访问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调相见欢，强调中国尽管面临疫情困境，柬埔寨也不会抛下兄弟。缅国南北怎么看？提莫一个猛汉被杀马给骗，提莫一让他们把那不齐全真的克隆格拉提萨到了巴黎。正当国际社会防堵中国动作排山倒海而来，各国政府纷纷撤侨，全球几十家航空公司也立刻减少或停飞往返中国的班次，唯独柬埔寨反其道而行。佮政府佬爱杀得干不起，赚干不起，爱面家拒绝，共面家配克来，不如上班不接，得干不起，赚干不起，他就牛不不搞，慢慢过了那地，就牛不不搞。洪森拒绝暂停柬埔寨中国之间的直航航班。洪森更指出，各种扰乱中柬双边关系的举动，倒霉的只会是柬埔寨经济。尤其柬埔寨早已受到欧盟和美国的大力制裁，理由是违反人权。柬埔寨反对党领袖根索卡2017年曾遭当局以叛国罪名义逮捕，还解散了反对党组织，让洪森的执政党顺利赢下了2018年的大选，引起国际社会挞伐。美国还因此通过了柬埔寨民主法案，除了制裁柬埔寨官员，也开始审议对柬埔寨的贸易优惠。至欧盟则宣布2020年8月将正式取消部分零关税的优惠，到时候将影响柬埔寨80%的服饰业以及20%的旅游用品和蔗糖，预计冲击柬埔寨总共$11亿的出口。It is particularly concerning to see fundamental values such as democracy, rule of law, freedom of expression all under attack in that country.特别是柬埔寨服装产品过去有高达46%是出口到欧盟，8月制裁一出将会通通遭殃，但洪森似乎不是很怕，还曾经表示不在乎，因为即使西方国家惩罚动作不断，背后可是还有中国在撑腰。有悠久的这个友好的历史，历史上没有什么恩怨，柬埔寨的民众普遍的对中国怀有好感，所以这种非常好的民意基础
也对投资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因素。走在柬埔寨街头，中文招牌随处可见。根据官方资料显示，2017年中国正式成为柬埔寨最大的国际客源地，而在2018年620万游客当中，就200万是中国人，同比增长了70%左右，还要力拼2020一整年达成300万人的目标。Trade between two countries hit $4.4 billion last year, an increase of 18% year on year, and China has invested $12 billion in Cambodia. 从2016到2019年，中国和柬埔寨贸易总共就累积了79亿美元。柬埔寨甚至还占了中国境外投资的35%，中资金额比各国还高。柬埔寨2019年 GDP 成长率多达7%，拥有巨大经济潜力。过去却因为人权遭到欧美制裁，如今又基于人权接纳游轮，却掀起舆论。各种推力下，只会让柬埔寨最终更靠拢中国。三立新闻陈德报道。